方面来关心的是，高雄市在今天凌晨发生了一起火警意外，这是在中仁街的一个透天厝民宅，在四楼的地方突然两点钟就起火了。那么消防队呢，他们在清理火场的时候，这才发现原来当时一名女子受困在屋内被活活的烧死，这个消息家属完全无法接受。现在建设小组已经开始调查起火真正的原因。消防队员赶到现场，随即扑灭火势，并在火警现场拉起封锁线。房子四楼被火烧得一片焦黑。啊，二楼在看电视，敢无烧啊？有烟味啊啦！啊，为一楼在烧啊！我在看电视，我听嘣一声，怎啊火怎啊死你啦？我脚手无皮皮抓，伊讲，就是讲母啊，咱倒位啦，四楼啦。凌晨两点，这栋位于高雄市中仁街的透天民宅四楼突然起火燃烧，家属心急如焚，因为还有一名女子受困屋内。大婚啊！我伫四楼，伊就是讲我无点灯啊，你大事啊！我无咧点灯啊，伊就是讲我倒直直无咧点灯啊。听到女儿被活活烧死，妈妈不能接受。没想到女儿才刚从台北搬回家里住没多久，就命丧火窟。火场建设小组也正进一步调查起火原因。中央新闻陈淑仪、林玉姿，高雄采访报道。